你们俩过来，过来，杨子，我追。大哥，还追不追了？别追了！妈，亡命之徒太他妈危险了！撤撤撤撤撤，撤撤撤撤！不吃饱了打鬼子，就对不起咱的兄弟。吃。请见。Miss Lola。Yes。Mr. Lola, I'm sorry. 我又要请假了。又要请假？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最近确实有些麻烦事儿，可是你放心，我不会耽误医院的工作，我会处理好的。好吧，可以走。你确定 ？Really？ 谢谢。白大夫，
我正想找你呢。我让你监视的那几个人现在什么情况？我都查过了，都很正常。想等他的队伍强大之后，八路军就会收编他们，到时候吕宪兵就有机会进入八路军的根据地。你上山找到吕宪兵，第一，警告他继续为皇军做事。这天，秦大海总是暗中盯着俺，估计是田中或者是松山一雄给他下的命令。这个人对俺是一个威胁，他又是害死普贤的凶手，必须除掉他。走，柱子。我们现在集合了十几支义勇队，但是他们现在对我们平寨的防守有质疑，大家怎么看？关于这个防守啊，我有一套完整的想法。那你说来听听。嗯，好，这是咱们的瞭望台，在这边呢，这是鬼子最适合放迫击炮的地方。再往下，这块有个陡峭的转弯处，它有个反斜面。反斜面？这个。斜面还有正的反的呢，来，大家看好了啊！我左手的这边就是正面，我右手的这边就是反斜面。咱们在这儿挖上藏兵坑道，等鬼子的炮击之后，我们出来反攻。吴教官，日本人大炮为啥打不着呢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看好我的正面啊！如果敌人的大炮打低了，被正面给挡住了。如果打高了，直接进山崖里去了。角度问题啊，对，打不着我们角度啊。如果我们把这个防守重点就放在这个防守上，鬼子进攻就很吃力了。说得好，秋月记下来。哎，好。哎，老吴，你这啥反斜面啊？从哪学的？你要是经常受到鬼子的大炮、迫击炮的轰击，你就会明白，什么地方才是最安全的。后山，哎，对，后山最安全，我再给他摆上地雷阵。那得多少颗地雷呀？几十颗。啊？那咋够的？有吴大哥的反斜面吗？今天刚摘的新鲜菜，嘿嘿，买菜嘞！新鲜菜，新摘的菜，新鲜菜。看看你的菜。哎，大姐，看看我这菜，很新鲜的。嗯，我还想要十八斤凉粉，你有吗？
你要多少，我这有多少。哎，买菜嘞！这菜怎么卖的？哎呀，我这菜呀、啊、不论斤，我这一堆一毛五分钱，你看多合适啊！行，就给我来一堆吧。好嘞，您要，我也可以给您便宜一点。秦大海必须除掉。我知道了，不止秦大海，还有别人在跟踪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单独联系。敌人撤销监视之前，你不能单独活动，等我通知你。小姐，我给您便宜点。好嘞，一毛钱一对算了。好，就依您，一毛钱一对。嗯。哎呀，这一毛钱一对啊，我卖亏了。那给你钱。谢了你了。好嘞，回头再来买啊。哎，好嘞，慢走。哎，买菜嘞，新鲜菜，谁买谁合适啊？买菜嘞，新鲜菜。新鲜菜。站住！你是什么人？哎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我是来给吕队长送药的。走吧。哎，秋月，停！来来来，这块画上藏兵坑道，这边是棱线，啊，明白吗？吕队长，啊，吕队长，有人找你。啥人啊？他说他是来送药的。送药？对。啊，你们先忙着啊，俺去取几回。吕队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行了，你俩赶紧巡逻去吧。啊，吕队长，借一步说话。俺是夜莺的人。啥？你咋敢跑到山来呢？万一让人发现，咱俩都得完蛋。于宪斌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不帮日本人办事儿，就算俺们不杀你，平行寨的兄弟也不会放过你。你少瞎话，说吧，想干啥？我问你，林新凤最近在干什么？他最近在联合几个山头的兄弟，想把复仇队搞得壮大一点。那他联合完了吗？大概差不多了。你以后要是有情报，你去十里坡把情报放到最高那棵大树底的石头下，明白吗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没啥事了吧？于宪斌，我警告你，你可千万别忘恩负义啊。啥意思？你在特务大队是怎么获救的？哦，蒙面黑衣人是你，要不是野鹰，你早就死了。野鹰把你当人才，好好干，以后要是当了八路军，请继续为皇军效力。不是，是啥？还能当八路呢？一切都有可能。好了，我先走了。哎哎哎，把药给俺。各位司令，今日请大家来平行寨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联合起来打鬼子。据可靠情报，鬼子这次扫荡目标不仅仅是平行寨，将帅山还有其他山头也是龟田八郎围剿的目标。他娘的，小鬼子，这也太欺负人了。这分明啊，先把我们斩草除根。严司令，你看怎么办？
现在复仇队的问题是一盘散沙，我们只有报成团，才能跟鬼子大干一场。说得好，我同意。这联合总比单干好啊，这道理人人都懂，是吧？赵大哥，我也赞同联手。问题是谁当主席？兄弟们，如果没有平行在这前面顶着，我们早就被灭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前些日子连司令带着他的人上山报信，我张某人才免遭一劫。就在前几天，连司令的手下一员大将又单刀赴会救了我。平行寨的人我算是服了。司令就有联系缝当。既然张大哥开了口，我们就云带联系缝给司令。好，同意同意同意。多谢各位抬举，我连心凤是爽快之人，也就不推辞了。一句话，带着兄弟们打鬼子，我肝脑涂地。不过平行寨多次被鬼子攻破，作为根据地合适吗？问得好，我们平寨的新防守图已经制定完成，大家请过目。想要攻打平行寨只有两条路，一是前山通往瞭望台的大路，二是后山的秘密小道。关于后山的秘密小道，我们想布地雷阵，也就是说在后山铺满了地雷，形成一个雷池，敌人要来怕是举步维艰吧。听上去不错，可我们上哪来那么多地雷啊？没有，但是可以做。谁有这本事？钟老八，他的特长就是做地雷，尤其是石雷。这种地雷外形像石头，善于隐蔽，但是杀伤力极大，最重要的是敌人的工兵探测不到。好啊，鬼子敢从后山进攻，肯定炸得稀巴烂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有二道防御。在后山我们有一个地理优势，就是反斜面，只要敌人来了只能挨打不能反击，就算是他们的迫击炮在那个地方也无用武之地。太好了，鬼子的迫击炮失去了作用，那还怕他个啥？平寨果然有能人啊。平行寨现在的防守是固若金汤，联合的事情大家也同意，那么就这么定了。各位司令回去运输粮草，召集兄弟在十天之后来平行寨集合，到时候我们正式成立晋北复仇队。大哥，咱就这样归到平行寨了？那还怎么着，兄弟，你想想看，连司令身边都是些什么人？钟玉峰，八路军的排长，武大上，国军的老兵，是个班长。你再瞧瞧你们有什么用？就知道守个江山。哎，我得为你们的将来着想啊！下次再来平寨，可不能空着手，别让其他山东兄弟小看。大哥，咱是想先干他一票。对，要干他一票，再别给我丢人了。平行寨现在越来越强大了，明天还要来300多名兄弟，到时候你要把他们训练成精兵强将啊。好，这样十七刀在天有灵的话也该瞑目了。瞑目了，但是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放心吧，大事上我从不含糊，再说了这不还有你的吗？哎，现在平行寨最缺的就是火药。火药？没有火药就造不出地雷，没有地雷后山的防守就是一句空话。Ah!
老板，我出去一趟。回去小心点。好。大哥。清风送来的，今天城里特务很多，觉得有点奇怪，所以约到这儿来，可能还能安全点吧。媳妇儿啊，我谢谢你啊。怎么了？那怎么办呢？那这样吧，我去。赶紧的，慢慢玩啊！哎，有事。兄弟，咋了？别走啊，别走啊！朱老板，哎，我是朱局长的朋友，有事找大无道的张亮，他在吗？你找他有事儿啊？啊，我找他呢，想做点生意。做什么生意啊？当然是能赚钱的了。啊，
可千万别做那不好的事儿啊！现在查得可紧了。这个人发现，不会的。啊，他在一号烟房。啊，好，谢了啊。张老板，在下有礼吗？这位兄弟，你是？我叫吴大尚，今儿呢来拜见张老板呢，是有点生意想找张老板谈。什么生意啊？当然是能赚钱的生意。好做吗？这生意啊不好做，不好做。你找我，想害我是吧？谁不知道张老板有本事啊？专做不好做的生意，好做的又不能找到您。何况啊，这风险越大，这利润越高啊！啊？哎呀，你小子！有点意思。张老板，这地儿不太方便，咱们换个安静的地儿。这里挺方便的，就在这谈吧。哎呀，可是我老板不方便来啊。你老板？你老板谁？金凤，他来这边，来这边，下回来还得找我啊。好的，慢走啊。黄包车，爷，请来。去城吧。走嘞。哟，王老板，你出来了。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注意隐蔽，不要发现。哟，爷，来里面玩。混蛋。我听说，日本人在挖赵武灵王墓的时候，怎么都挖不到，后来只好把土填回去了。小鬼子没少想来中国东西，赵武灵王墓得想法子保护一下，大家要保，小家也得顾啊。小家得顾，大家更要保。哎呀，新凤，你现在境界越来越高了。吴大哥，这位是大武道的张亮。见过林大侠。有礼了。我去请见啊。今年城里的特务特别多，有点不一样，警戒线拉远一点。嗯，去吧。刘哥过来。好，张亮兄弟，我就有话直说了，我们平行寨现在需要萧和硫磺，希望你帮忙。哎呀，难。小哥，一会儿到那个位置见。嗯啊，好。林秋成被屠城的时候，大武道的很多兄弟也牺牲了，难道你忘了吗？这我能忘吗？既然是打鬼子，那我想想办法。你们被跟踪了吗？不会啊，先撤。滚！怎么回事？鬼子上来了，走走，掩护司令撤退。你怎么办？放心，我有办法。走啊！小心点。走。小妹，跟我上。Thank you.
被包围了，怎么办？敌人上来了，我在这儿顶着，你们撤。不行，吴大哥，那你怎么办？快撤，再不撤谁都走不了了。张亮，吴大哥。以后靠你自己。怎么样了，邓总？排长和刘哥没有消息，估计逃脱了。吴大上的，他怎么了？被打死了。啊！尸体挂在城门上示众。晚上咱们动作要快，如果暴露兵分两路。知道了，到。兄弟，小心点。嗯，换个衣服马上出发。虽然这次没有抓住连兴凤，但是吴大上给目标是八路军。没错，我们就是要消灭八路军。
我来背吧。不用。大长兄弟，咱回家，咱回家，回家。朝会报，安心上。相信有灵魂的存在吗？有。都吴大哥现在一定在看着我们吧？他不光看着咱们，他也希望咱们好好的活下去。青灵哥，十七刀，还有吴大哥，他们都是好人，但为什么走得那么早呢？他们为大鬼子牺牲，只打仗。不了牺牲，在平型关，我们也死了很多战友。咱们要好好的活下去，为他们报仇。就这么走了，唯有你，往后的路我该怎么走啊？谁还能教教我？我放心吧，我会替你报仇的。
小鬼子不。